差不多了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考试。老师，你这卡牌该不会就是考试奖励吧？不是，今天的考试啊，是认奥特曼卡牌，认一张得十分。你们谁先来？老师，我先来。好，第一张。第一张。好的，下一张。这个是纳伊斯奥特曼。不错啊，来下一个。这个。戴拿奥特曼。下一个。这个是雷克斯奥特曼。好，下一个。这个是。赛罗奥特曼，下一个，这个是火飞亚奥特曼。不错，肉肉认了九张，就九十分吧。下一个好汉，这个是高斯奥特曼，这个是盖亚，这个是迪迦。还行，就是记得不够牢。这样的话就给你七十分吧啊。完了，没有记住呀、没有了。哎，二狗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老师，我回来了。刚才找你半天，你干啥去了？刚肚子疼，我上了一趟厕所，刚好这考试该我了，开始吧。好，第一个，这个，迪迦奥特曼，不错，下一个，这个，纳伊斯奥特曼，不应该呀，二狗，前几天你可都认错了。我难道就不能进步吗？继续，老师。好，第三排第二个是什么？这个，没有，老师他作弊。二狗在我眼皮底下耍这些小聪明是吧？明天叫家长来。哎，我这马甲怎么没有啊？老师你别，我这马甲做了好久呢。完蛋了吧？那作孽不可活呀！欢迎关注懂爷，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